你听你那说的什么话呀？你给我闭嘴！就还跟我厉害，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！你咋了？不是你把这张网搁打我的吗？我也没事，撞好人了你。走走走，可能要生了。这不是还早着呢吗？是不懂了抬气了？刚才你咋了？你憋不住了？你有医生行吗？不幸也得姓石晨啊！哎呀，瑶瑶，你使劲儿啊！未来娱乐台父母爱情。